因为一度和谢霆锋传出绯闻的香港演员文咏珊呢，逐渐被很多人认识。对，只是没过多久，男人谢霆锋就出来澄清说没什么事儿啊，所以就没有炒作话题了。但是最近他又有新桃花了。男追女隔层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文咏珊又要出击了，见面先要抱抱。尽量多讲话，吸引对方注意力。很快就有第一阶段回应了。适当的时候加点菜，这么体贴加分。略有醉意，趁势肩膀当枕头，终于搞定了。以上并不是追男攻略，不过看来这几招香港出租车大亨郑子邦很是受用。对于这样的新桃花，小珊珊同学，你有什么解释吗？然后我们当天喝了还蛮多的，那所以就有一点 hyper， 那所以动作有一点大，但是我没有在拍拖，他都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。什么？这还叫普通朋友？哎，那小编只能词穷了。朋友的生日趴似乎变成了你的专场哦。就算你只当对方是朋友，但是看照片中的帮手对你动手动脚，一副照单全收乐享不已的样子，说不定郎有意哦。